歌手张力扬今年有新的梦想版要跟大家分享，先看梦想版，快点坐啦，不用站着啦，哦，那么客气，怎么好意思？张老师开讲。上次我记得我写的是，梦想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超能力。真的？你怎么还记得？当然记得啊。你是偷看吧你？没有，那我偷看，我没有看到，啊，在哪里？你有跟我说有，但我真的没有看，因为我记得这句话，我觉得就是它真的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，可以拥有梦想，或者是勇敢的去追梦。难怪你刚才问我说我写重复的，我说怎么可能一个人写过？啊，张力扬想不到这句话，我去拿来跟他们说你没有骗人。我应该没有写与生俱来，因为太难写。有，然后生下来就有，生下来就有，对对对，对啊。所以你现在会讲成语了，以前你只会讲生下来就有，你现在会讲与生俱来耶。我一直都会讲啊，只是不会写而已。好，这是他上次来的梦想版。那我们发现他在写梦想这两个字的状态，就是他的签名也不一样了。对对对，他的签名这次就有一个新的可爱的小签名。对，你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件事也要跟他们说一下，快点。正负一的概念其实就是，无论你现在在什么样的处境，你或者是你觉得你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再从头开始，我觉得就是都不会太迟。It's never too late。无论你在什么地方，你只要有决心，你想要做，只要先减一，回到你开始的地方，然后再加一就可以。鼓励大家，希望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共勉之，希望大家一起加油。天哪！对，那这边写的是梦想加一 ，regrets 减一 ，regrets 就是后悔，我们都不要后悔。好大哦，刚好歌结束哎，真的啊，超伟的，对不对？